我用闯进什么？其实它都有隔间，只是很多没有开，然后他们好像就把自己的都摆出来放到别人店铺前面，那个灯还蛮可爱的，是一个奇妙的地方。小商店，然后它隔壁有一条，太酷了吧！区里面，传统哇，终于到一个比较漂亮的公园了。住宅，thank you.
下，这什么鬼屋啊，吓死了。